叫俺爷爷没在家，可能跑家了，去俺奶奶送这儿的。看看奶奶饿了呗。奶奶。哎。饿了呗。啊。饿了呗。不饿。嗯，把手洗洗啊。啊。擦，把手擦擦。嗯。在医院里。我弄个盆儿，浇枪。浇枪在医院里。你妈妈在哪？这个小孩子，啊，这个人吧，女儿，都起来吧，啊，嗯。哎，把手给你擦擦。这手还挺干净。你这也不多会儿，也不拿回来啃嘞。白呀白的，放住了。好嘞，你说。这玩意儿吧，挺麻烦的。可能是麻烦了，别难过了，能背，背啊背的。现在你就长得都背，弄掉了脸。叫梳头发了，嗯，叫给梳的。你的理发吗，奶奶？嗯。你把头发叫吧。你有空？有空。戴呗。你也戴了。就是节目空改天戴了。前几天给你教教吧，你不教。嗯，从那天开始就不教。我好吃，给我好吃好吃呗，好吃，真的行。吃饭我啥也没在家，家里的自己吃饱的啊。那家就行拉上去，你跟伢说没空，我说你跟伢伢平常他那些报告都不来，没他那，你报告不说，报告说他那玩意耽搁半天。伢他那些报告都不来，那伢谁拉还去不是一样？对呀，不吃，这黄菜太烂了，黄菜吧，吃了一个排骨，吃了俩荷包蛋。下方便面，俺吃可没一个，是啊，吃一小块儿，吃一块，嗯，俺吃上一包，瞅着这一碗，荷包俩鸡蛋我给他，俺老你在这吧，老你你跟奶奶要吧，只能进了一上年叫不咋的呢，是啊，嗯，俺进了年叫对了，嗯嗯。俺李干净不啊不是？俺李干净就是不，俺李好好的，可是李还是好好的。不是那手份的锅，干干都不了。还吃呗？不吃。不吃，给你倒盆里晃晃吃啊。你别动啊，因为太吃焦了。哎，太吃焦了，你带回来了，叫你吃一下，带到里呢。晃晃还吃呗？晃晃带你吃点儿。啊。奶奶，人家的朋友干弟弟吧。这些问的，啊，我扶你帅帅，他一会儿才去，是吧？帅帅老哥给你吃啊，过来，嗯。哎，我说你还是过来干，你去哪？哈哈哈哈哈！这很紧
你整头发的吧，以后的，你那头发整的，我呢？擦什么的呀？你看我手擦来外面的。啊，就是擦来。是呗。嗯。看就是擦来。小伟那时候擦来的。看我这手黑的。那时候黑呀。看我皮子秃的。奶奶，那时候比我手都白，你看。我这你看他皮子老的。嗯。不老。看骨。不骨头。嗯，你妈就是骨头。不骨头，光光的。找不着光的。你看骨头。在家磨出来能行啊，奶奶。行了。